是人质的电话，快来救我！时间不多了，告诉我们关键信息。我看到路牌，太关键了，写了什么？中山路。喂，这跟找一个叫张伟的人一样啊，全国都是啊。哦，我还记得绑匪说，待会要转移地方，稳了，转移去建设路。是你冷静点，还有没有其他线索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应该在长沙。那么肯定，因为我闻到长沙臭豆腐的味道。那有没有烤面筋的味道？好像有哦。我大胆推测，有轰炸大鱿鱼的味道吧。喂，有啊，你们到了吗？你切线了你！全国都有的美食街啦，都是骗游客，你让我怎么找呢？哎，你们肯定要吃饭，你干嘛？绑匪买了什么外卖？啊，对，新线索，我们可以马上大数据分析。你说都吃了什么？第一顿吃的是沙县小吃百元汤，那么巧呢？第二顿吃的是兰州拉面，起码排除了兰州给。第三顿吃的是做黄焖鸡啊！哇，你怎么知道？全国都一样，这个绑匪滴水不漏。完了完了，我听到他们好像回来了。吃东西，麻螺蛳粉。螺蛳粉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螺蛳粉？有得吃你就吃啦，而且这个螺蛳粉不臭的。广西南宁中山路。Go go go！